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和邵伟刚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第七届应试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决赛五番胜负的第四局，是我们中国的范廷钰三段对阵韩国的朴廷桓九段。邵老师您好。哎，陈莹你好，各位棋友大家好。在前三局的比赛中的话，目前中国棋手范廷钰以2-1的比分领先朴廷桓九段。值得注意的是，前三盘似乎都是白棋获胜。对。这个现象也值得大家去观察。今天的话等于说是范廷钰是执黑先行，所以说是否能打破白棋必胜的一个魔咒，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是啊，这盘棋呢，首先呢也是万众瞩目。我看呢是在网络上啊，对于这盘棋的赛前有很多的预测，还有人说呢，这个看到啊，全甲龙老师在赛前为朴廷桓做头部按摩，说他昨天晚上似乎没有睡好，是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精神压力太过大一点。而范廷钰呢，我觉得他状态特别好，因为首先呢他是上海人，回到自己的家乡，肯定呢这有一种非常熟悉舒服的感觉，而且呢他的父亲也陪他一起去助阵，还有我们山东队的从总教练到我们齐鲁晚报的这个院长，然后还有山东的各界媒体吧，对于范廷钰呢都给予了应该是很大的助威吧，应该是助威工作。的确是在那个第一阶段的时候，陈莹好像也去了新加坡，是吧？这个也为那个范廷钰助威了一下。所以说那今天邵老师，我们在这儿还是继续要给范廷钰助威。那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棋局吧。好。本局范廷钰执黑，小目，然后白棋直接下到了这个星位。范廷钰的那个朴廷桓在前几天进行的农心辛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中，等于说是后来是两连胜嘛，对吧？这个也阻止了中国队的残联的一个势头。朴廷桓的话，的确在当时的话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和谢赫姜维杰的对局中的话，虽然他自己认为这个质量并不是很高，但是在关键时刻，能赢得两盘的话，这个能守住韩国队的底线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当的成熟，相当的不容易。对，那这么说来呢，那朴廷桓应该是在上海已经待了很多天了。对，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和一些棋友们开玩笑，就是说不知道上海是朴廷桓的福地呢，还是朴廷桓的滑铁卢。的确是他，如果是因为他是肯定是主将嘛，他农心杯肯定最起码下一盘，对，后面应试杯的话不知道下的是两盘还是三盘，所以说长时间的在国外待着的话，我想第一他的饮食习惯能不能接受，第二还有气候，第三的话就是说毕竟是还是孤独嘛。但是从目前看的话，朴廷桓的话势头还是不错，首先农心杯的话等于说是为韩国队获得多得了冠军。紧接着就是说那个这一盘棋，对吧？上盘虽然输给了小范，但是这盘棋的话，从我们目前拿到棋谱看来的话，似乎他势头还不错。我们继续欣赏一下棋局。好，白棋小目，黑棋挂角。那邵老师，我记得您好像就是也带队，就范廷钰好像是有一年是吧？就带着范廷钰参赛。在山东队的时候，对，参加那个围甲联赛的时候，下过一年。的确是范廷钰虽然年纪很轻，但是成绩很不错，特别是他那种老成的感觉的话，跟他的年龄不太相符。所以说还是很有潜质，当时是认为很有潜质。那现在看来的话是有可能成为一个领军人物。对，所以他人称小石佛。那当时您就有就觉得范廷钰肯定会爆发是吧？那个时候的话，他可以说已经当上了主将的位置上吧。我觉得大家都很看好他。特别是像曹大元老师的话，因为相对来说比较对他比较熟悉嘛，所以说也早早的话就等于开始培养他了嘛。所以说那个范廷钰的才能的话，应该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为他是靠自己的成绩来证明，得到大家
家认可，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能获得世界冠军。这个一直是一个疑问。但是没想到的话，他这么年轻就一下子进入了世界比赛的决赛，特别是有小奥运会之称的那个硬石杯，对，四年一届的。所以说这个虽然大家也认为很突然，但是也觉得情理之中。因为的确大家都很看好他。那您觉得就是他跟这个朴信桓的棋风上边有什么这个就是各自的棋风啊，有没有比如说是哪方面比较突出呢？他们俩等于说前几天的话，我是在上海，等于说是带队参加了农青杯嘛，然后平时的话也跟陈耀烨、姜维杰啊，然后谢赫也聊过，就是关于朴廷桓的一个风格的问题。朴廷桓的话，大家都认为就是说朴廷桓没有特别的强项，但是他的棋很均衡。同时也意味着他没有特别的弱项，无论布局、官子、中盘的话，其实都是很均衡的。我想小范这一点也跟朴廷桓有点相似。朴范的话，无论布局啊、中盘啊、官子的都没有特别弱的地方。在我印象中，其实小范最强的应该属于这个中盘和中后盘，特别能绷住这个劲儿。但是现在年轻人的话都很强这方面，就是说，你说中盘的力量的话，小范的话跟古力或李世石的话，那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那布局的话，他跟一些比如说对那种，比如说聂老、马老师的，就是这个也怎么说呢？但最重要的是，他比较均衡，没有一个特别弱的地方。没有弱项。没有弱项，其实这一点跟朴廷桓还是有相似的地方。意味着他们这两位其实的话，水平的话发挥是比较稳定的。不会一只脚高一只脚低。对，是这两位棋手就是相对来讲呢，范廷钰应该是更年轻一点，还有小三岁呢。但是朴廷桓已经拿过世界冠军了。朴廷桓是十八岁拿着傅通杯的冠军。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成绩吧。也是世界比赛中90后第一个拿世界冠军的90后。所以说范廷钰今年的话如果拿到的话，当然是还是最年轻的。他是96年出生的。最年轻谈不上，因为有李昌浩在。他好像我在网上看是比李昌浩还要年轻哦。他96年，现在应该17岁不到。17岁，李昌浩的话是拿东洋证券杯的时候是15岁以前吧。15岁啊。对。李昌浩的话，咱们就不探讨了这个问题。那是我们中国最年轻的小范，如果对。但是就是说，他比朴廷桓先拿，就是说，打破朴廷桓的记录的话，对，那已经很了不起了。是。然后黑棋从那边挂角。挂角，没有下中国流。但是小范还是喜欢中国流的，挂个角之后再下。对。说这几步交换的话，其实有它的一个内在的关联。比如说随便说一个关联吧，以往的话这个都没交换的话，黑棋是有走这个的，学一下中国流。白棋是也有走这个，是特别流行的高位的，对吧？如果你单关，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只有罗喜和老师特别喜欢下啊？这很多这个高位就是目前的话也是很流行的，有一段，对吧？刺一个，然后再跳一个，对，这下巴是很流行的。白棋的话把这个走了，对吧？但在交换完以后的话，当高挂的时候，黑棋是可以采取拖的应对方法。这个是新招吗？这个是有它的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说当你真子有力的黑棋真子有力的时候可以选择拖，对吧？比如说你搬的时候，从比如说这个就断掉。那就是防止人家打了长或者是单长，是吧？是这样。然后现在这边有两个接应子的话，就中子不利了。白棋可以才能跑，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的话，这个是跑不掉的。所以说这个交换完的话，那这边有一利的地方，但是它这个交换完的话，把变化走进的话，也有弊的一端。对，那看来是不是这个是小范给朴廷桓等着的一个陷阱？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就是朴廷桓的话也非等闲之辈，这方面的话他应该也很熟练。朴廷桓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这人对棋的话还是很痴迷的。经常我也听他们说，就是说比如说在韩国的话下午有比赛或者是晚上有比赛，
他上午经常的话是要下网棋的。哦，要这么训练的。对，他主要的训练方式就是网棋，拼命的下。比如说，也许三个小时以后有一个比较大的比赛，或者是一个韩国的一个杯赛的话，他也许会上网下几盘棋。哦，那跟别人好像不太一样。对，热身完了以后，他才去比赛。对，一般棋手好像就是大赛来临之前呢，会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对。那好像据说他昨天也是下网棋下到挺晚的。是吧？对，有棋友爆料。对，是。所以说这个朴廷桓还是对围棋还是相当的热爱。完了以后的话，白棋断掉。断掉。这个一般来讲，好像黑棋只要是不把这个定式走完，白棋都想是断上去。对，因为断完以后。总的来说，这个一切首格的话，也是黑棋稍微亏一点。但是说有得有失吗？对，这个黑棋获得了速度，对吧？当然，白棋、黑棋的话也可以占这一点，这点当然也是不小。那白棋就是挂了，拆过来。对，拆这个，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下法。实战小飞，那么白棋占这点。也是成为必然了，对吧？如果这边再走的话，那么就显得有点偏了，速度有点慢。对，感觉好像黑棋占了三条边，白棋只占了一条边。对，如果还是走这个的话，那么白黑棋依然有这个。哇。对，虽然你这边争执有利，但是我这边借用很多。哦。我还以为还是这个拖断。哦，不，还拖，对，排错了，还是拖，还是拖，他走这个的话，也许他要加，这样的话他这个则会充分发挥。所以实在。这个也是有他的独特的想法。对，先是对于黑棋相对弱一点的棋子，反正先看看他怎么处理。对，同时的话，他得规避这边的黑棋的怎么说呢？一个强的地方。应该是黑的一套组合拳吧。因为既然他挂完以后的话，让你先动，肯定有他的一些后续手法，是吧？如果还是让你很轻松的再走着的话。对吧？那么白棋应该是可以满意。对，一般我觉得在棋盘前都不会有这好事儿，有这好事儿的时候，一定要多想一下，是不是别人有什么陷阱在等着我。对，所以说千万不要相信天下是会掉馅饼的，是吧？是。所以求变，这个。加工。加工，那接下来其实我觉得黑棋也面临选择。面临选择。一个呢是处理这个子，现在就处理；还有一个呢就发展上面的中国流。是，那您觉得此时应该黑棋怎么选择呢？当然这期的话我们也看了一下，同时的话网上也有一些转播和讲棋。我觉得周瑞阳这一部棋我觉得是很可取的，他是建议在这里，是吧？走在这儿，那就是选择扩张上方。对，如果你做这个的话，然后就镇住。对，好点。这个是一心一意的话扩张自己。我觉得这步是可以推荐的给大家。实战他拖这个，我觉得感觉稍微的话跟全局好像有点不太搭调。对，上边呢正是扩张模样，然后下边呢又开始了，就是跑到脚上去处理自己。对，这样的话稍微有点被动。为什么呢？就是说按理说的话，黑棋是有先行的优势，对吧？应该是黑棋以我为主，对吧？现在这个局部白棋以多打少的时候，黑棋应该选择躲闪，对，而不是跟着人家下，而不是跟着硬。一旦跟着硬的话，就有可能丧失主动权。所以这时候完全可以先舍弃这个子，对吧？这个你得补一个，你不补的话，再拖的话就不一样了，是吧？对，你补完的话，我就把这个弃了。对，看见小杨这两步棋还是真的很有大局，再把这个跳起来。当然就是说小范这步跟这步，也许我选择的话，也许会这个。同时的话，在这模棱两可的同时，这时候也充分体现了一个棋手的棋风。小范喜欢实控是吗？对，很明显就是小范的话还是，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是堪忧很潇洒，对吧？但是他觉得对他来说，这个是好掌握，对，这个是比较好掌控的实地。对，然后再搬进去。搬这个，这样的话呢，右下角就过早的定型了，而且黑棋我觉得它位置偏低，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定型。对，然后粘上。对，这个白棋也下得很正确。当然也有这样的下法。对啊，这个挡下来我觉得也行。
但挡完的话是后手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哦，对，我长，然后年底我再加一个。对，这个当然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形状了，对吧？但是这个后手白棋不是满意，特别是外面没有特别明显的配合的情况下，白棋选择这样的一个变化是稍微有点缓。实战，白棋粘上。粘上，那啊，对，黑棋如果再打的话，他就立了拐了。对，如果再打的话，立挡拐走。对，这样白差一个先后手。对，白差一个先后手。这个是不怕的。那所以黑棋呢，也是拐回去。走。走。白棋立下来。对，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定型。常见的定型。接下来这步棋有点意思。因为大家通常好像都是贴出来的。对，贴出来。出头。然后被白棋点一下，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最重要是这边的话黑棋没有夹住白棋。如果有个夹住的话，那么得出头，比如说这有个子的话，再出头的话对这个是会产生威胁的，对吧？对跑。对，现在没有被夹住的话，那么白棋点完以后一叉二，这黑棋就显得很孤零零一个人在跑了。对，就是效率不是很高，同时的话又没活干净。所以实战的小虎也成为必然。这虎不知道陈英有没有见过。我见过这个虎，好像是不是白棋，我可以把它跳进去啊。对，是的确是这样。虽然黑棋可以，大家可以这么出头，对吧？强行出头是可以的。断这个或者先断这个，我可能就把两个弃了。先断这个，那我也想弃两个，我也想粘上。但这样也可以，这个也可以拐。那就被他给冲破了。对，冲破了。但这个黑棋为了出头的话，这损这么多，我长还是提呀？提，他会再打一下吗？这个无忧解，这个没关系。不怕。黑棋胆子不够大。是这个。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黑棋是比较失败的。这个一没有活干净，对吧？第二的话，这个损了太多。所以说这个后续手段是基本上是，黑棋应该是不成立是吧？对，基本上是这么回一定型。拖我粘上后手。起码像这样。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好像白棋这边一旦后了，上边黑棋的中国流就不太好发挥了。也可以这么说。陈英，那个虎的话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见过。其实虎我也下过。对。但是很早以前，在我印象中，好，第一个下出这个虎的话是马晓春老师。那应该是在二十年前的之前吧。我印象中，所以我学过。因为当时的话，的确是大家第一感总是贴起来，但是马老师下出了一个虎的话，也是，给大家茅塞顿开的感觉。所以这次小范就用上了。这个也许对年轻棋手来说，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很正常的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好像总是都贴这个的。对，都是要出头的。这个虎，那实际上挂了一个，挂完了一个，然后补一个，走一个，吃这个，把这保持。吃这个也体现了飘天皇的棋风，很厚实，然后很注重实地。因为的确是，大部分人认为是多是应该。把这分组，对，这个分组很大。我觉得这个封住之后，白棋的这个形状很漂亮。很漂亮，第一，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了，就是黑棋不太可能断这个出头。这个出头的话，第一，损了很多；第二，出完头的话，这个利益不够大。那么如果这样冲了团一个，团这个走完以后，那可能黑棋就把这长出来了。对，长出来。但长完的话，白棋就注意了，不能走这个。那走这个我叉二确实挺舒服的。太舒服了，因为你在一后时的话，这个被控制住的话太舒服。白棋有选择的话可以。压一个是不是跟征子有关系呢？我搬一个。看看这个征子。这征子好像现在是白棋有利啊，那边有两个子。这个已经走完以后的话。但如果只能退的话。那可以差很多了，这个被逼住的话。或者弃子。弃子怎么样？打一个一长。吃掉。黑棋好像也没意思。就这么三个孤零零的也没活。所以说许多棋手的见解是应该跳出它。
嗯，因为就算像这样的话，嗯，白棋这边跟直接打吃的话，这个目数差的不算太多，但是这个整体的配合是比较好的。对。嗯。嗯，但是同样体现了世界冠军的风格，对吧？因为朴廷桓也是最年轻的世界冠军，也是喜欢失地。对啊，这两个棋手啊，你看他们九零后、嗯，一个是黑棋喜欢拖一个，不要张大模样、嗯；然后呢，白棋同样也不喜欢大模样、嗯，因为这样也是大模样的下法，他选择了吃亏、嗯。对。那他们俩的这个棋风会、嗯，好像我觉得非常好看啊。对对对，他们也都喜欢对上话了。嗯。因为小范的话，既然虎的话，他就告诉你，我不担心你压住，嗯，对吧？然后朴廷桓也说，哎呀，这个压住的确不大，好像这个更大一点，嗯，对，先把这个嗯抱住。那下一步这个飞的话，成为必然，这个是必须得飞，这个不飞的话，那么这个就怎么说呢？这个。就比较那个了，对、啊，不太好说啊。这个是眼见的最好的一个好点了。嗯，现在确实已经到了这种了、啊，就是再喜欢时空、嗯，可能也得只此一手。对，因为这个效率最高。因为你无论在走什么的话，这个不只是时空问题了。嗯，他走完以后的话，这个的话有可能成为一个，我觉得自然成空了。对、嗯，一个深谷啊。对，这个简直有点可怕了。嗯、可怕了，嗯，出来，但这个出头的话还是很愉快的。紧接着白棋是拆了一个边，嗯，这个边是一个最后的大场了，拆到、嗯、拆高位，对对，这是最后大场，嗯，接下来打入，那这手棋应该是攻击了，嗯，他也必须要在这边获点利益，嗯，不然的话在别的地方也没有太多的好棋下，那么下一手的话也许就接对，只能是围控了，好像、嗯这个、如果在大场对他没什么影响的话，这个不甘心、嗯、不甘心，嗯，打入他把那个对一般呢、嗯、我觉得他们尤其是九零后的这些棋手、嗯、看见对方的薄棋啊就两眼放光，嗯，所以他一定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时机，嗯，可以这么说，嗯，对，压住，白棋压住，然后黑棋挖、嗯、挖，嗯，接下来这一步棋很有意思，嗯，因为普通的话是白棋要么打这个，是吧？对，现在一般来讲、嗯、在我的脑海里只出现两种选择、嗯、对对，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下法，但是走完以后的话白棋可以把这个实地获取以后、嗯、白棋这边还没有活进，对、这个、估计还得补，嗯，还得补，这个应该是黑棋有一定的收获，嗯，如果你从下面打吃，嗯，下面打吃，长，再打吃的话，嗯，然后我就反吃，对，反吃，然后甚至可以这个、哦，对吧？对，敢吗？两个劫财，我这儿也就一个，也许不太敢，不敢，只能立这个。这样的话，黑棋也算有所收获、嗯，是吧？毕竟把你这两个子的话割开了，对，嗯。嗯，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应对，当然白棋也可以选择在这之前先问一下黑棋的应手，嗯，对吧？对啊，现在可以问一个应手、嗯、对对对，如果你走这个的话他搬一个先手然后再压你打挖的时候、嗯、给大家稍微摆一摆，哦，我知道了，他可以选择加这个也可以，嗯，也可以先看这边它怎么动，对对，嗯，然后现在就长调吗？还是压一长调也可以，嗯。但是您这个时候再走的时候啊，您压它就不去挖了，对，不去挖了，它可能，哎、嗯，它这个并先手，嗯，嗯，如果你走这边的话，它再压的话，那么你再挖的话就不太一样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次序似乎是正常的，嗯，但实战这个次序有点诡异。当他挖的时候，白棋没有选择这两个打，而选择这个，这时候去碰碰啊！但是他对这两个打不满意的时候才选择碰。但作为黑棋的角度来说，很有契合的心情，对对对，就很有，的确是那个在国家队演那个训练室里面的话。嗯，十个棋手里面九个棋手说这个是要停的，
对，当然也有跟事不关己的话，那种就是说从旁观者的角度来那个的话，就是在顶的话的确是心情很愉快。对，嗯，就想着你这个非得考验我神经，就刚才你早早的靠一个的话，我肯定会想说我怎么硬。是，那你这个时候我的第一感也是我一定要契合，一定要契合。对，所以说这个咱们也不知道这个是棋谱的转播问题呢，还是就跌这么下的，跌这么下的话的确很刺激人。对啊，是吧，这个当然是也许许多棋手第一感是这个，也许一花时间一考虑的话，对，还是也许又硬了一个。这个当然是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个之分吧。对，而且呢其实就是我们旁观者啊，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什么都不用怕，因为这盘棋输赢不是我们的。对，那坐在棋盘前的时候呢就会有各种顾虑，这个可能也得比较，那个也得判断一下。所以呢经过权衡之后他还选择了硬一个。对，就是患得患失嘛。对，对吧。但是如果是快棋比赛中的话，大部分棋手应该是契合，因为没时间患得患失了，那只是那先来这个的确是这个形状的确很刺激啊，对吧，这个被捅开的话，甚至打这个的话心情也是有的。对，实在那个小范还是硬了一个。他们俩为什么小范叫小石佛呢？对他们俩也对上话了，对吧。那个朴廷桓既然的话也说是我不担心走这个。对，所以两位天才的话对上了话。那么这交换完的话，白棋再选择这个，很明显是从心情上或者是立下去，还是这个局部的分析上面的话，感觉好像是白棋得分了，就这么靠了一下，因为这个脚上好像以后会有一些活棋的手段。对，就像这个时候的话，如果靠的话，我肯定虎。但下巴就比较多了嘛，虎的话也行，或者是只要凭立这个也行嘛。对吧？你这个绝对不会进到这来。对，肯定我想在这边下，或者没准这样一个，反正我肯定会在那边下。因为你在这边下，他搬的话还是有点余位，打吃的话这个有点紧。但是你至少可以立在这，对吧？这个坐眼起来的话就有所不太一样。对，实际上既然这的话，那明显是白棋乐意看见的地方。那我如果当初就立在这儿的话，那这边白棋会有什么变吗？也许他先尝问你一下，尝我就还没动的时候，对吧？那不然的话你只能站这个。对，挡这个的时候尖这个先手，那也不太一样。对，所以说不管怎么样的话应该是白棋得逞。对，对吧，这个应该是白棋问到。对，跳接下来小范很淡定跳出来，很淡定。这手棋为什么黑棋下的这么悠闲呢？他认为这个如果不走的话被震过来的话，这个模样还是可观的。那这块棋现在不是已经是活棋了吗？是活棋，但是我可以下到这儿吗？直接来这个。那他不太可能在于什么呢，他如果走完这个的话他是想打入的。他会想把这点木的话让给了白棋。同时他认为这边以后将来比如说他压这个的时候，然后搬出他断掉，他冲了打。从根上断掉。再跳就是这个字的话对作战的话还是有所帮助的。看似好像就是比较缓的一手，其实是积蓄力量。对，他留有一定的后续手段。是在白棋下的很鬼拖，立即就准备动出吗？这个拖是继续的问还是就准备活出来？他应该也是适应手啊。对，如果你挖的话是吧，打吃粘上，然后呢他可以虎。打吃粘上，我想吃脚。对，你想吃脚的话，对，这个不能再跟着腿让那么舒服了。是，就是说他这边留着打吃碰一个，就各种活棋的下法。因为一旦如果外面黑的厚的话，黑棋是不舍得是挖粘的，他要大吃的在外面。所以说他也是想寻求这个步调，就是看你目前的话是你的一个硬手，对吧，
趁你现在不算望远不算太厚也不算太薄的时候，对，问一下。嗯嗯，如果单纯走这个，那它就那么它就粘上，挖粘也行。嗯，是吧？会打一个，对，你那个的话它就打结了嘛。啊，嗯，有个打结。嗯，打结活，那他们它就留着，然后外面的话再稍微利用利用。嗯，还多一个，那让黑棋很纠结呀。很纠结。嗯，就是说每当小番要发力的时候，总是会被对方先试一下应手。嗯嗯，这个试的小番也是很麻。对对对对对，就是总觉得好像哪里慢一拍的感觉。嗯，实战小番契合了，这个时候不能再忍。嗯，因为他这边的确没有特别的好棋下。嗯，如果挖粘的话，我们觉得委屈；如果搬外面又吃不掉，那么他寻求第三个变化，不走了，走不好的地儿不走，寻找新的头绪。白棋刺，刺，嗯，刺的话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如果不刺的话，先搬这个，就有邵老师刚才那个比较狠的，从根上冲了打。对，这个也不是我首创，这个我想小范的话肯定是瞄的了。 所以这个点，对，这一次刺的话也是就是防这个了。嗯，这个现在再冲了打就不成立了吧。现在冲了打，大家可以看一下跳。对，这边还打掉，打掉，这是要打掉的。如果白棋还是打这个的话，那么黑棋是没有问题的。对吧，跑。对，你打看是很舒服，但是吃不掉，吃不掉，因为你顺势出来了。嗯，你还得补回去，关键是那么黑在一飞的话，这几个字的话被分割了。对啊。嗯，那黑棋明显成功了。成功，对。那这个子棋金，白棋想办法，有什么好办法呢？嗯，这样白棋就会发挥贴点的作用，贴这个，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这个若即若离，嗯，很有味道。嗯，看看黑棋还有什么办法。对，粘上被冲了。对，你如果粘上被冲了，是吧？你再扳它一段，它只能这样跑出来。嗯，它只能这么打出来。对，这么打出来当然是没有问题。嗯，走这个的话，那么白棋就可以选择弃子。嗯，哦，这个你还不行。对、啊、为什么呢？我在长先手。对，这个下面有个子是吧，这个、嗯、长先手的话，这个有可能被夹死了，还得再打、嗯、那这个棋那就是实在黑棋站不动。嗯，白棋就下边、嗯、下边走走，你得补一个。那这个太可怕了，不知不觉这边已经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弃子了。嗯嗯，大家也会发现，最重要是黑棋上面还欠一手，对吧？走完以后，在黑白棋在这边一动出的话，那么黑棋就吃了这么点，而白棋这个都是自然成空，这个肯定是得不偿失。嗯，大败应该是。哦，白棋还有这个贴一个的好手。嗯，如果黑棋搬的话，那么白棋下一个鱼形打吃，嗯，能起到了一个自己等于说是连通的作用。对，那么黑棋的话，这个这一串交换就没什么便宜了。嗯嗯，自己还留一个断点，所以说白棋有贴的手段。嗯，当然这里面也是挺复杂的，因为嗯、比如说黑棋能否再飞出来、嗯、这也是很考验人的。飞出来，嗯嗯，很复杂，这里面的变化确实、嗯、那就只能冲了是吗？它要贴出来，哦，贴出来被挤死了是吧？对，那它只能粘这个冲出来。嗯，这就比较复杂了。嗯，包括白棋是否先冲这个。嗯，但总的来说的话，小范大概也没有准备这么以这种方式作战。嗯，实战小范就是哎，走完一个刺一个，就这么撤退了。这嗯，刺完以后搬，搬的时候小范就撤退了。对，跳回去。嗯，跳回去。嗯，当然再跳回去的话，跟他的话也是，嗯，当初这个拖的话也是关联的。他认为有这个跳的话，就能
防止对对这个下面的活棋吗？真的吗？嗯，当然他是这么认为的，但实战看来的话，好像还是吃不掉，是吗？对，还是吃不掉。如果还吃不掉的话，这几步的话就有点稍微有点失败。嗯，那现在既然这样，是不是只能搬了呢？搬，大家注意，这个挖是好手，依然还是挖粘。嗯，哎，这个是必须要挡吗？这个应该是。嗯，对，这个得挡。嗯。因为我看了朴槿桓的这个靠和托这两个试用手之后呢，我就会每一手棋我都在想，这个是必然的吗？本来我觉得这个挖的时候就是必然的，不是上边打就是下边打，他竟然脱先了。嗯，所以实际上这个挖的话是白棋的一步好棋，因为在走完这个形状以后，竟然发现黑棋吃不了白棋。嗯，打劫有吗？嗯，但打劫的话你可以这么打，对吧？就这个就打劫了嘛。嗯，是吧？这就打劫了。对，这个打劫。嗯，那就这样打劫怎么样？黑棋反正就先搁在这儿。嗯，但是跟他当初的本意还是有所不符。嗯，当初的话，这个挖占完接完以后的话，认为是这都是黑棋的空的话，突然平白无故多一个打劫的话，那作为黑棋从效率角度来说，应该是要打点折扣的。对，嗯，可以这么说，就说在你的空里被别人出棋了。嗯嗯，那难道黑棋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嗯，的确，在这个局部，的确这个局部的话，我们也当时的话也没有看出特别的，一些好的手法，嗯。最重要的是，当你立的时候，他打吃，你不能粘，粘的话他有可能不虎，他有可能先打你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你走这个，那他就不是打劫了，提一个先手，然后挡这就活了。哦，嗯，那我你打拔的话我就立了，嗯，就进活了。嗯，我如果粘上，粘上的话，他以后也可能这个。他多一个一路搬，多个搬。嗯，但是您打吃，我想问一下，这是绝先吗？是，你可以问一下。我能不能走在这边？走啊，这然后提一走，这一走。不对，这活。活倒是没活，但他气很长。嗯，这个还是打劫。我要如果爬的话还是打劫。嗯，那你不能选择不打劫了，你如果选择打劫的话，那有方式太多了。啊，那我就点点挡，然后再点走，就是外边的味道有点不好。嗯，这被这样打一下，嗯，如果现在算这样硬着头皮能吃掉吗？对，他这边可以先搬。嗯，先搬，这三个子我能不能不要了？哦，先搬是吧？对对对，那这一场，这个就算最后花了很大的劲儿，然后把这个收起吃掉的话，嗯，在外面这一圈的话也是亏不少。嗯，所以这个图黑棋又不可取。嗯，那就是说这个地方。主要是现在黑棋马上要做出判断，并不能等。嗯，如果能等到我这个周围都厚了，嗯，我再判断的话就好。嗯，因为毕竟的话，当初这两手交换还是把味道走干净了。嗯嗯，因为如果保留的话，这边有无限的遐想的空间，是吧？嗯，对。实战完的话，等于这边损完以后，这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杀白棋的方法。办法的话就显得有点被动了。嗯，实战虎在脚上，虎在脚上。嗯，要搬一下。嗯，走。嗯，白棋搬了力。那这个，嗯，现在脚上仍然是打劫对吧？打劫，这打劫对黑棋来说怎么打也是一个考验。怎么说呢？这有两种的打劫方式。嗯，对吧？第一种，我点上面。对，那白棋走，嗯，然后一打吃，这就打劫了。这打劫，这打劫。嗯，但这打劫的话，虽然对黑棋的话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一旦黑棋打赢以后，哦，白棋的气很长，气很长。嗯，
这期很长，特别是这里还有一些借用，对，这个特别是以后将来收官的时候的话会有所白棋可能会有所这个便宜，对对对，还有一种打劫方式，还有一种是加这个，加，对，加，但这个打劫方式是很刺激的，相当刺激，走走，大家注意啊，这个打劫是很刺激的，但是黑棋一有利的一面就是如果打赢的话可以把你抓起来，就是这样打的话是必须要打赢，不能打输，如果打输的话比刚才的损失要大，对，人家就提到外面去了，一温柔的我提到外面，对吧，第二我不温柔的我打吃在这，打吃就这样出来，对对对，打吃你就没反应了，对吧，你如果粘我这么出来了，你如果吃这个，那将来你提劫的时候我可以提这，对啊，其实我这边交换一个这个就已经不是打劫了，进活 了，所以说黑棋如何打劫也是比较考验黑棋，对，也能看清黑棋的意图，就是到底是想真打赢还是随便打一打而已，实战像这样的话应该是从布局的角度应该是白棋比较成功了，对吧，这个黑棋这个自从打入完了以后的话唯一下到就是下到这步跳，而白棋的话等于说是把这个黑棋的一二三这个阵型的话打破了，对，留下一个打劫活，不过黑棋可以先等着等着，好，抢到了这个 B， 这个 B 的话也显得很关键，为什么呢，的确是这如果这么厚的话不发挥一点作用的话那么这厚的威力就减弱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啊虽然您说这个白棋上面比较成功，但我总体来看我觉得黑棋也还行，是不是因为我有立场的原因呢，有可能，我觉得黑棋这个跳应该说的这个由于白棋还刺了一下是被逼住，其实白棋也挺难受的，那白棋破坏了黑棋的同时他自己这个形成模样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是现在目前全盘看来的话黑的空不多，对，上面还是个打劫活，空不多，但如果我这个劫财有利的时候我把白棋给吃掉的话，那么我可以下两手，对，是吧，我可以下两个官子，那也是有一定的目数的，咱们继续看，好，看看这个逼住能给白棋带来什么样的麻烦，逼住白棋脱线，竟然脱线了，是这个是可以脱线的，只要他不死的话就没有问题，他走这儿了，对，从这边逼，这边逼的话目前也成为一个其实我们的共识，就对付白棋漏的话这个逼的话成为共识，因为以前的下法是第一顶，顶白棋就长，这是比较注重脚地的下法，白棋的一飞如果不太好攻的话那白棋是可以满意的，特别将来某一天的话还能把这个二路加草的话，对吧，白棋只能虎的退出的话这个黑棋的实地还是比较小，对，这个白棋应该是比较满意的，比较满意的，所以为此的话黑棋这个成为目前棋手们优先考虑的一步棋，对，大家好像不肯顶也不肯尖的时候就下这手，对，特别是这边有子的情况下下这步手这步棋的话是比较多的，白棋其实也有大致的两种下法，基本上我见的都是尖了一虎，对，尖了一虎这是一种下法，那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就是尖了再尖出来，哦，再尖出来，对对，这两种下法大家会注意，对，大家会发现就是说直接尖的话是不太肯的，如果这么尖的话，黑棋是尖这个，这两个交换把白棋走中了，那如果这两个交换等于黑棋要走的话就等于说是挤了再扳是吧，它断了一下，对，就是说各有所得吧，黑棋得了一个让你损一下，但是白棋的话相对来说的话也得到某些加强，那现在呢我觉得它确实不会是尖了虎，一般尖了虎是争先手的下法，
我盯一个，然后他就搬了一档，他就脱先了。嗯、这边一个打劫活，那边一个打劫活，这不就等于必死一块了吗？是是，所以这也是朴振桓选择尖出来的一个原因。嗯嗯，尖出来，那黑棋必然要把这个吃掉，挤了吃掉，挤了吃掉。然后，这三个子肯定要处理。嗯，左转。嗯。现在我发现一点，邵老师，我觉得黑棋啊，好像在每个局部都慢慢的在走后。对。一旦我走后了，那白棋就找不着我劫材了，真的就只能收两个官子了。是，的确是有这么一个打算，黑棋。实战是飞。双方的话在这边的对话的话也是很有意思，如果白棋不插二单拐的话，黑棋是逼这个，这个一吃完的话是没有两个眼，这跑起来是有点孤单。为什么？特别是黑棋这边还是很厚的，所以实战这个比较正确。走这个的时候都是逼住的，那我看这个子离这么近有没有长出来的下法？当然这有，但是这长完以后由于白棋这么可以压一下，压几下，扳一下，扳一下，因为这几个交换的话白棋就可以大踏步的出头，是吧？对黑棋来说的话，应该要拿这个白棋这个眼的话目前意义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拆二的话他也是没有活进的，如果他一手活进的话，那么我一定要破眼，对吧？长出来破眼。如果他只是一个眼的话，我完全可以选择一个反攻，对吧？慢慢的在外线等待，这样的话由于你这边少几个子，你的出头就会变慢，对，是吧？那么我再选择攻击。好，下面一个眼，那我不足为奇，有的时候因为我平时看见这个形状，我如果离得近我就把它长出来，所以我的判断就是想着，如果我差让人家靠一个，我是走什么的呢？如果我是退，那他顶又不是聚损吗？但是在围棋的话也有一个逆向思维的一个感觉。所以说这个也是要看局面，如果这边不是很厚的话，对吧，也许会有别的下法。就像陈英前面所说的都是一些普遍规律的事情，但在这个局面上的话，特殊规律的话，当然黑棋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这个局面的下法。作为白棋来说的话，由于单拐黑棋一逼住，白棋目前暂时下面做不活，再过去如何逃跑对白棋来说是一个考验。这个如果还是走这个的话啊，就被阵头，对，这个感觉很危险，因为这个虽然的话留一个打劫，对，是他这个拐的话是先手实战，他要敌之要点乃我之要点，对，黑棋飞出来，对，黑棋飞出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棋。如果黑棋贴的话，那白棋弃子吗？这个一感觉是这样长的，它要长出来，长出来，等于白棋通过这个子的话，等于说顺势把这个走出来，甚至也可以比如说最熟的，挤一个，这样就彻底出头了。然后就拐一个，然后再跳，对，再压掉，退的话再跳，这也是可选的一种下法。好，白棋的目的就是要迅速的出来，对，出头，实战飞。如果白棋还是走这个的话，那么黑棋这个子的话，对，贴这边了就，不太一样了，吃掉。从当然白棋也可以选择这个，但是这个的话的确从实际的角度来说的话还是挺大的。哇，那这个损呢，你这回就断了是吧，就不能再出来了。那是，那我就把它吃掉了。从实际角度来说黑棋还是很挺舒服的。将来以后点两下依然有可能攻杀的可能性。
一般来讲不肯，因为看着这个朴廷桓和小范的这个棋风啊，都是喜欢实控，所以不肯一上来就损那么多。对，特别是外面的话，那个模样已经没有太大的前途了。为什么呢？对黑棋来说的话，因为这个点被白棋控制住的话，这个头的话，那么黑棋在上面的话，不太可能有太大的模样，或者是产生特别大的攻势。就走走小空就最安全。正好他们也擅长捞空。冲，然后冲，走，吃，反吃，踢掉，拐吃。现在可以做活，但是白棋肯吗？这样。这个一般人是不太肯的，当然是二班人的话，也许会肯。跳出来。紧接着，这个小范也下的。现在这边是不是没什么问题了？相当的冷静。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在这边动手了？你在这边动手。第二的话，这个猜也不小。因为猜一完的话，这个。如果变越来越宽的话，有将来吃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为什么呢？一旦这个子被白棋占领的话，然后这边吃的话感觉就家就比较近了，如果你这个子的话是你的话，或者包括以后慢慢的这个再飞起来的话，这个下一步的话，这个搬的话可能性是越来越大。对，实战这个小范也下得很厚，这个棋掉。难道真的准备要打劫了吗？有可能，他是担心被别人跑出来以后的话，多几个没棋啊，长我就贴，然后拐我就搬，反正如果是只说局部，我拿黑棋我也不怕，我就想走这边。但是如果是为了打劫的话，那就要判断了。这个题的话是比较冷静的，也是很体现小范的一种风格。后。紧接着白棋走，逼住黑棋是交换了一手。对啊，掉。在这掉一个，然后现在走这边了。对，这两步棋的话也是有点像陈英所说的，就是说慢慢的下，然后把自己的棋下后，然后争取把这个吃掉。那白棋的话拐这个，他走这个不是给白棋留一个缝要跑吗？是。那如果我把这个缝堵住怎么样？他现在的话等于说是要对白棋这块产生某种压力。这样的话他一拐基本上就活棋了，对吧？包括的话他贴这个也是活棋了。对。而他在走完以后你拐，将来他是保留着杀棋的可能性。大家注意，尖。我再打。走。尖。哇。然后再一扳。对。白棋局部是不活的。局部不活。白棋必须得靠外面出头，比如说。这些必须要靠出去。对。那他拐一个。完了以后，小范。啊。走。拆二。猜的话也是等待时机。然后这个多个子的话也许对白棋有所压迫。接下来白棋是不是要做活去了？因为白棋应该再干点什么呢？我觉得现在全局基本上来讲已经定型了，就还剩那个打劫。而且呢，黑棋其实为了这个打劫做准备已经花了一手棋，这手棋似乎价值没有那么高。对，但是白棋补棋的话其实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直接补掉。对啊，我就一排一猴就活了就完了。单立这个立到这儿。对，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补的比较最强的一种补棋的方法。这样是确保活棋了。但是补完以后的话，这边或许由于这块棋毕竟没有活进，也许黑棋还会在这边做点文章。比如说往这边一立，走，吃，然后这样弃子压，然后再长，一我可以再压，问你一下，看看我敢不敢搬是吗？一我敢不敢搬，第二我看你敢不敢在这边硬，为什么呢？如果你还硬的话，我顶，你再吃，
那么就不用怪我了，我觉得有可能就不客气了。您想吃我这一块了？对 对, 对，有这样一个可能性。嗯。哦，原来这边还有这样的抢手。是。如果你藏这个，那么我就把这个木卷回来。同时的话，我这边还会利用你这边的一些薄弱的环节。哦。对，这样的定型以前我都没有想过，其实这样的棋形我们也经常会下到，对，但是这个拆二我都觉得它很小。是，我拿白棋当后事。如果这边的话是白棋活干净的话，那么就像陈英所说的，这个拆二不大，是吧？因为从目数角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是为了杀这块黑白棋的话，那么这拆二的话就起了一个包围圈的作用。对，对吧？你把包围圈的话，等于说是把我的口的话全封住了。这个下法太严厉了。就是说围棋的下法其实也跟全局有很大的关系，对吧？如果跟这个没关系的话，那么这个力的话绝对是送子啊。对啊，对吧？送物了。对，送子这个全部死掉，然后这你打的话也是跟着别人后面走的话，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那莫非白棋要补这边？对，朴廷桓的话，这个虎的话也是补得很稳健，同时他也看出一点什么呢？就是目前黑棋要打劫的话也不太容易。首先面临的选择就是怎么一个打劫的方式。第一，是否走这个，对吧？这个我前面也跟大家说过，如果打赢的话，这个白棋的棋很长。如果要加这个的话，这个黑棋要找白棋的劫也不算太容易。是，因为这里不能太损。这边可能这样尖一个，尖这个。对，也许白棋还有反劫。所以这步棋也是一子两用，对吧？第一的话等于说加强自己。第二的话就是防止的白棋打劫嘛，黑棋打劫嘛。对，然后又照顾了那边。对，还是很体现风格的一步棋。然后黑棋啊。下一手再不走的话，再被白棋走过来的话，这个子的话就很危险了。要进白棋的包围圈了。是。搬。搬的话，当然也是一种心情。我们当时看的话，这个退的话也是很不错的一步棋。那可能黑棋就不走了吧？但黑棋的话，现在不走的话也没有棋下，因为这个退的话对这边还是有所照顾。对吧？比如说吧。你如果搬这个，那么它这边就可以尖住。有这个子以后，基本上就能连通。对。如果没这个子的话，你这个黑棋还能尖出来，对吧？如果你压的话，我再压的话，这个子还比较麻烦。但有了这个子以后的话，这个基本上的话，连通已经不成为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白棋退是比较稳健的一种下法。好，确保了上边的安全联络。是。就换一种说法的话，这白棋的话只要有能把这个隐患和这个隐患去除掉的话，那么这个空的话还是白棋多很多的。对，比如说黑棋只能自己保一个，白棋再补一个的话，大家看一下这个全盘的空的话好像白棋是好不少。对，那黑棋的后都没有用武之地了。对，所以白棋完全是可以先忍一道实战。白棋不肯忍，白棋搬，然后虎一个挡住，然后吃一下，选择了搬，一路搬，对，这边多了几个借用之后，白棋有可能就会有危险，对，有危险，就是说这个。黑白棋的话也是给黑棋的话怎么说呢，制造了一些机会吧，或者存在一些变数吧。对，现在白棋不是那么容易连了，如果再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有可能我这是不是用打了贴这些的手段，还是我直接压出来，好像似乎觉得黑棋应该可以利用上自己的后势了。对，就像陈英所说的，就之前的我这个提啊这些可能都用上了。对，这个时候如果黑棋打这个的话，也是一步比较犀利的下法。然后再提。虽然你可以这么回去，是吧？哇，那这个被我打。打的话很愉快啊，关键是。然后。白棋。你就这么。一可以压掉，说不定还可以夹住，是吧？
那我这边厚了的话，是不是您这边的手段又有可能对白棋产生很大的威胁？对，同时大家也要关注到，将来黑棋还存在着这里冲断的想法。哦，这个里冲断又来了。对，又埋伏着这个样的想法。这个不怕，这个打吃的话，因为你吃不掉我这个。哦，不对不对，刚才是贴的是这个对吧？对，贴这个。啊。那我就可以飞出来，是吧？对。嗯，比如说，如果你这边断，我甚至还可以先打走，把它粘。你吃我滚包完这一后势的话，然后我这边就也许就一下断了你，甚至的话，我再留个劫材的话，我再压住的话，这个白棋显得有点重复。对，这么一看来啊，嗯，我就觉得怎么白棋到处都是毛病。对，这块棋也不活，这边欠着断点，上面又欠个打劫。现在最重要的是这块棋它还没有安全运转。对，那我觉得白棋可能有点麻烦了。嗯，那究竟这个黑棋这一般，白棋有什么好的手法？我想让大家也想想，替朴廷桓想想办法。虽然他是韩国棋手，但是我们也替他想想办法。对，这一般的时候看看白棋会走什么，或者我们黑棋会有没有更狠的手段。咱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好，欢迎回来。现在呢，黑棋这一扳是不是白棋就有点难办了？这几个子是不是就跑不出去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的确这个扳的话也是在考验着白棋。前面如果白棋简单的退的话，是否黑棋头绪没那么多？好像是。对。但是朴廷桓的话，既然敢这么下的话，也是有所准备。是这样，他选择了。还是选择了我们刚才想的这个尖。如果他要补这个的话，黑棋我想应该是可以这么吃法，他这个吃，当然，但是说这个尖的话不是吃的比较简单嘛，但是吃完以后的话就显得有点小，完全可以吃的大一点，可以跳这。如果白棋敢跑的话，那么黑棋小尖，这个茫茫天涯路的话，白棋似乎好像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是啊，这边实在是太厚了。对，太厚了，给他先尖一个。煎完以后，小范的话是选择了顶一个，可是刚才我们摆的那个打了贴，不是很严厉吗？对，似乎也是可以考虑的嘛，对吧？毕竟的话，这个以后还残留着这个冲断的可能性。对，这块还有一些，怎么说呢？杀棋的一些办法。最强手。对，实战这个小范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手软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吃这个也很大。如果白棋不能切到这个的话，这个顶的确是好手。为什么呢？如果白棋再推这个的话，那么黑棋再这么打出来的话，就不太一样了。对，他长我这再贴出来。对，这个冲出去，这个机器愉快了，是吧？这个顺掉顺得厉害。如果你虎这个，似乎我们当时看的话也是有可能性。
我挤一下，对对对，然后是不是打了再连扳出来啊？是是，但是这个白棋这时候黑棋这个反刺的话，这个弄得白棋极其难受。对，走哪儿呢？这形状真的太难看了。对，对你如果强这个，这个一挤依然被断掉。嗯，如果你补这个的话，这个、依然可以打出来。对，这个依然有借用。顶到这个时候的确从局部看这的确是好手，当然也给白棋转身的余地了，吃战士，白棋长了之后黑棋又没有依然没有选择这个，对，他还是想把这个先利用完，对，他可能啊想让这个白棋粘上，然后他再打了停出来，对对对，有他的一个构思。但是这个挤的话白棋好像还是吃的有点吃小了，吃小了，而且他也真的没法再粘了，是再粘被我打了冲出来他怎么办呢？甚至他如果再粘的话，再打着一下以后直接断的话也是有可能的，根本就不用冲了，对吧？这个已经粘不上了。但是黑棋一定要这么吃的话其实本身并不是很大。对啊，因为现在已经把白棋逼得没有办法了，如果他可以连的话呢，他可能总是要纠结了，到底是弃还是连，现在他没办法连，所以他只有弃了，弃之前他就先点一下，对，这个点的话也是一步局部的好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反击啊，只有利，如果你挡的话他给利，挡这个啊，挡这个粘上，那你只能立了吧？对，白棋要，黑棋要进吃白棋的话，必须立立。那可是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敢粘出来了呢？他完全可以先不考虑粘。怎么说呢？他可以考虑扑。扑啊。那我只能提。先提。然后再吃一下。再吃一下。粘上，气现在还够。如果你粘上的话，那么他这个收完以后粘上的话，你再断不了了，被夹死了。对。对。所以。在这个档口的话，白棋的点是绝好的时机。为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啊，这个扑是关键。当如果这里有一个黑棋的时候，这个扑是延不了气的。对，扑的话，人家就粘上了。粘这个了，所以只有这个时候扑绝对是好时机。如果扑的话，白棋黑棋不能粘这个，粘这个的话，对，白棋先手连回来了。先连回去了，所以这个油的话。被白棋卡着了，这个时候时机还真好，真好，白棋，只能提了，然后白棋再唱这个，这个白棋的话也是下得相当的漂亮。对啊，现在我觉得这个都便宜到了前上面那几个子真的是死得其所了。对，死得其所。实战，三箭的吃，然后白棋正过来，正过来，如果这个全都死的话，这个黑棋的空明显是不够的。特别是如果这块棋再被白棋再活掉的话，那么空应该是大差，对吧？比如说你普通的外面走一个的话，这个其实也不小，这个、有16目的价值。你普通走一个16目的话，对吧？黑棋如果走一个的话，吃了的话，白棋把这一补，这全盘的空的话，黑棋是不够的。白棋这边其实长得也蛮多的，蛮多的。所以作为黑棋来说，唯一要争胜的话，只能杀，边上的白棋。那现在对他选择的就是邵老师介绍的这个打劫，打劫，那就能看出黑棋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劫打赢。对，同时的话，他还有这样一番对话，就是说，这边你不是把我占了我的一点便宜吗？哦，那我这个劫财就没了。对，劫财就没了，我完全可以使用更暴力的一个打劫的方式，对吧？就是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的一种打劫方式。对。但是他一旦打赢的话，他明显是比那个打劫效果好很多。对啊，要把我子帮就抓起来了。对，白棋那也必须先得冲出来。冲出来，这不走的话，如果单纯的走一个关子的话。无条件死的话，白棋还是不太甘心。对，不肯。不肯。断。断。然后形成劫争，黑棋要找什么劫？肯定是要找最大的劫。如果仅仅是把这三个字跑出来的话，那显然就不是劫了。对。最大一块劫只能是这一块。对，只能这块。如果只是这种普通的靠的话，那么白棋
就肯定就不硬了，肯定不硬了，对对，也没法硬了，是是吧？你越硬的话越硬越多，同时关键是这里一打去的话，黑在这边的话就被击溃了，嗯。所以黑棋要拿出最大的劫，嗯，通常我们说劫要从小的找，但现在不行，嗯，因为没有小的了，嗯，是吧？没有小劫。拖，这个拖的话其实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不是小尖劫才多吗？嗯，小尖它挡，然后再尖再尖，这都是劫。嗯嗯嗯，这个拖的话的确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其实也是留下了一定的伏笔，嗯，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拖本身是不成立的，白棋完全是有能力把这个吃掉的。哦，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这个是劫财就是源源不断，我断啊，这是劫财吧？但是，为你现在断吗？我现在不断，我提劫。哦，提劫。对。那么我就可以爬这个了。哦。实战等于我是缩这的。对。对吧？所以说这个，大家也在认为这么简单的话，平天皇为什么看不见呢？不是，他这个时候我觉得他这么想的，嗯，拖一个不是想找劫吗？嗯，然后我就应一个，如果你提劫的话，我就再去找劫，嗯嗯。可是是不是他临时这个思想上又产生了一个变化？嗯，这是一个原因。嗯，其二的话，大家知道，就这个并不是黑棋的失误，黑棋也许在考虑这样的一个下法，对吧？这能藏进来啊，然后冲一下。然后再加，对啊，先考验一下白棋你怎么走。那我现在好像只能走这个是吧？你若走这个走不加呢死了。嗯，哦，这是陷阱啊。嗯，是，但是白棋可以搬这个，当你断的时候搬这个，搬这个，哦，嗯，对，这时候加我可以跑，可以延一气，这里面还是很复杂的，但总的来说白棋是成立的。为什么呢？你搬这个的话，如果你加它可以走这个的，嗯，对，是吧？这个你避不住，你这断不了。如果那这样我是劫财多了，你吃这个看是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步棋，是吧？对，这还有吃。如果你粘的话，那就挡上了，我就没气了。嗯，但是白棋可以管这个，走，粘上，走。所以说围棋的死活，嗯，计算相当重要。对啊，是基本功啊。嗯，对，不会死活那一盘棋也赢不了。是是是，既然这样的话，应该是黑棋挺危险的，这一扑这一收，嗯，这一击这分出黑棋很危险。那么就留给我们一个疑问，为什么黑棋不行，白棋没这么选择？对啊，为什么呢？嗯，因为白棋黑棋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下法，走。嗯，挡住，挡住，先加可以考虑先立，粘上，啊，先立一下，对，然后拐，那他就夹住，嗯，把自己下后弃子，然后把这些打赢，对，嗯嗯，他会选择这样的下法，嗯，所以说这个看似好像范廷钰下了一步不算有成算的棋，其实也潜伏着一个小小的一个陷阱，嗯，对呀，啊，暗藏杀机，对，庖丁还，搬。然后提提的话，现在白棋黑的提过来，哦，对对，黑棋提过 来, 对黑棋提过来，现在白棋也没有特别合适的劫财，因为对白棋来说，这个是劫财吗？这个当然是没问题，是劫财，嗯，一个劫财，两个劫财，三个劫财，对白棋只有三个劫财。那么黑棋这个走完以后，这个一个劫财，两个劫财，三个劫财，这边劫财是有的，嗯嗯，那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我打劫，我经常喜欢就先让人家，嗯，就是我先找几个劫财，嗯，因为我在这边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变化的这个空间。那他呢，有可能有好几种下法，嗯，我就先让他把这边的下法定定型，嗯，然后我再把劫让给他。是是，当然也要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如果白棋认为这时候我收兵的话，这其优势的话，嗯，我就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实战朴廷桓也这么认为，他认为你这拖完以后损
那么我点一下目，认为哎，这如果放给你的话怎么怎么样、嗯、对吧，实际上他选择了一个最简明的指导。对啊，他吃这个放弃这个阶层。对啊，那我挤这下能亏多少啊？嗯，从职业的眼光来说的话，一目肯定最起码亏的啊。那我亏一目起，我就打上一个30多目、40目的劫，那我赚大了。但是一，你从这个角度来说赚的；第二的话，这个本身就很大。嗯，这个官子本身就很大。第二的话，这最起码是一目，因为有许多变数。嗯、为什么？当有一天我挡住的时候，这里面的话我是要收刮你的。对，挡是先手。因为我想，如果白棋想尖的话、嗯、白棋总能尖的。嗯，但是如果当白棋冷静地吃掉这个的时候，大家应该心中有个这样的感觉，就是白棋想不占屈人了。对，他就把这个放弃给你的话，他都宣告这棋的话还是我优势。那形势真的是这样的吗、嗯、那我们把劫解消了，判断一下。嗯，然后白棋把最后一个目数走掉，这个价值16目左右、嗯、真的白棋就领先了吗？嗯，这个给大家稍微的可以点一点，因为当然的话这个棋盘有点大，也不太容易点、嗯、但是在事先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判断，就是说这块跟这块比的话，这两块比的话，嗯，算上把黑棋的一点后势的话，黑棋大概比白棋多一个天目。哦，多一个天目、嗯、多一个天目的价值。那我只是，那我必须得外边得跟白棋外面也得抗衡。 对，就是说这个黑棋要跟白棋这个目数抗衡。嗯，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白棋啊，1、2、3、4、5、6、7、8、9、10、11目，而黑棋的话4目是看得见的。对，挡住的话4目，4目8目，差一点点，差一点点，但是这时候又轮到白棋下了。嗯嗯，所以总的来说的话，应该是白棋的话从目数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占优的。嗯，好、哦、那黑棋就得压缩它的同时、嗯、自己最好还能长几目。对对对，所以说凡事有利也有一弊。当初白棋为了占便宜，对吧？嗯，把劫财都走干净了。对啊，让黑棋走那么厚呢、嗯、对对，到时候真打劫的时候、嗯、他就没劫财了。对对对，但是没打劫、嗯、没劫财完了以后呢，白棋又走两个关子。嗯，对吧，又因为这已经卡完油了嘛，对吧，稍微收一下的话这空又显得多了，所以这里面的话这个还是很有味道的，是吧，有利必有一弊，有弊也有一利、嗯、是因为的确卡了油了嘛。如果没有这卡油的话，这也许单纯的白棋收空不一定够，或者是优势不大。嗯嗯，这卡完油的话白棋也游刃有余了，把这个很果断的放给了黑棋，选择了收控。黑棋反正这边是死棋呢，它外边自然就有点借用、嗯、对，这黑棋也必须要想点办法，因为如果不想办法，单纯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收兵的话，说白棋这一阵的话这个是乐败。 嗯总是要借用一点。嗯，你看这个白棋的姿态也是摆得很正，对吧，这棋它就认为优势，如果正常下的话完全可以考虑靠出来，因为靠完以后的话这个尖出来的话也不小，如果你蛮严厉的，对，如果你硬要破我这边的空的话，那我这边有子的话我一吃这边来10、20目左右，嗯，你这个只不过也就跑了20目，对吧，棋盘也缩小。对，看来朴廷桓对于形势的判断，嗯，我们已经知道了。对，这棋认为比较优势。哎，嗯，我看到下一手的时候我就想问问邵老师、嗯、那刚才您说这块和那块比较的话、嗯、黑棋大了一个天目，对，那您是不是把这3个子给我算成死子了吧、嗯、这肯定都给数白棋目了。嗯，您觉得呢？我本来觉得这应该姓白了、嗯、但是我看见了黑棋下手靠出来了、嗯、那我就觉得、嗯、咦，那莫非这3个子还有余、嗯、还有余味。嗯，当然就说这个3个子余味肯定是有，但是味道有多重，对吧，咱们值得推敲。正常的尺寸的话是压这个的，压这个您有可能八、嗯、对，正常是，如果正常收官的话应该是差不多这样。嗯，稍微压缩一下，然后这边的话也稍微下厚一点、嗯、是吧，但下出这一步来的话那么就是一个非正常的下法了。如果白棋退缩，那么当然是黑棋乐于看见的，长
走，就这样长了扳了是吗？这个压缩的话，我还在想是不是它准备断了。这个压缩的话还是挺长严厉的。如果像陈英所说的断，因为它是不太成立的，断这个我就打吃这个就没有问题。这个的话粘上也没问题。然后这一段的话，这个没用，没用。这个基本上的话就退一个就 OK 了。如果你粘的话我就搬，你如果粘的话我这边呢利用一下，那么我把你最大限度的话等于说压缩了。本来你也许正常的收法的话我给你多一个贴木，如果你这个稍微的后退两目的话，那么我们的距离的话也会越来越接近。 是吧？那这个时候朴廷桓他不忍了，但不忍的话那黑棋也就跟你拼了。对，黑棋是要拼的，这个黑棋的姿态摆得很正，就是这棋我是要拼，如果我能拼赢的话那我就赢了。对啊，对，现在反正我上面这个后嘛，我不怕白棋攻我。是，他唯一怕的是白棋吃他。对，攻不怕，是你只要不吃我就行。对，但是作为白棋来说，既然放出来的话那必须得吃，如果不吃的话这个白棋空明显是不够的。接下来这个怎么制孤，这个也是考验着小范。跳大飞，这个是大飞的。这个大飞的话也是下得很强。跳这个白棋也是故意露一个破绽，对吧？如果你冲，冲的话那就挡住，挡住。断，这不能断吧？断我打了虎，对对对，是不是就要连回去了？是是，这个的话是故意露一个破绽。对啊，明显是不怕的，对吧？如果你这个我这边有没有点味道？我顶着冲，您得断。对，我实在不行，我藏这个的话就打劫了嘛。是吧？这没问题。所以，既然我是选择吃而不是攻的话，那么我就不能给黑棋有什么借用的地方。对，不能让黑棋转身。白棋的这个这边下一个大飞，这边又下一个大飞啊。这个分段。分段。那他下一步的话他也认为他可以从这边来稍微骚扰你一下。如果你还要这么忙活的话，走完大家会发现当初这块棋是没有活的，由一冲一走一并一走一点，大家知道这个点是很厉害的。为什么说是点厉害呢？这一点的话你只有一个眼。对啊，不活了，不活。现在我发现黑棋打赢这个劫之后突然间厚薄就逆转了。对，白棋变得很厚，那是黑棋变得好像到处有毛病。刚才早知道威胁他这边一下就好了，就是威胁的时机很重要，时机不对的话，这个当初的话也许对方的薄弱的地方的话都变成后势了，对吧？如果外面黑棋很厚的话，这个是作为这是白棋薄弱的地方，但是现在白棋很厚的话，这就纯粹是后势。对啊，就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对，白棋大飞，大飞。然后再靠一个。因为黑棋在这里也不能走了太多，为什么呢？如果走了太多的话，白棋存在着冲断的变数。为什么呢？因为你破了也就是我十五目啊。如果我这边要吃回来十五目的话，等于没破。对，你什么事情都白干了，对吧？必须要连根刨。然后扳，这个扳也是依然下得很强。对啊，不能被黑棋轻易的就都连上。反扳，这个也下得丝丝入扣，打吃，然后粘上，粘上，然后再吃，再吃，铁能活吗？不知道能不能活，但是他也在找头绪，对吧？如果你这个退缩的话，他这边就已经有眼，然后这算后手眼，然后这边看能不能再折腾一点东西，因为毕竟这边还是有点啊尖的这种下法。那这个贴不是我这边联络可以吗？因为我觉得黑棋好像没有断点啊，而且贴一个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出不了头呢？但是你不贴的话，什么时候被人家打吃的话，我就只能粘上。对，你只能粘这个，他就会发现当你以后再点我这个的时候，因为你这个是连不通的，对吧？这是连不通的，被我冲断了。对，你唯一寻求联络的办法就是挑这个，
对，我有了跳在一天，我就连回来了。如果你补，我就连回来了，没问题。嗯。但是现在跳的话，如果这个被打吃掉的话，跳的话，白棋是可以这么吃的，对走，对吧？可以这样分住，把这两个气给你。哦，嗯，这两个子可以气掉啊。是你打吃，我是可以打这个。如果粘的时候，嗯，大家注意啊，那就一个眼。我可以先把它刺掉，然后挡住。对。嗯，这一个眼。所以，小范一定要先在这里贴一个，给你找一个头绪，贴一个。如果你退缩，那么他这个点完以后，这个眼，这个眼。嗯，那我如果走在外面呢？那走到外面的话，然后他这边的话，是否也可以找找头绪呢？补一个我就挡住。嗯，这边有没有利用这个粘的话，有没有一些余味，是吧？利用白棋这边气景嘛，对吧？嗯，这一段，然后这一粘的话，这气景的话，似乎好像是有点味道。比如说大家，现在我觉得这儿是不是应该早早的顶掉一下还好一点？嗯，现在冲就是如果顶掉我冲，它气很紧。顶的时机不太好掌握，为什么呢？你过早顶的话。将来以后比如说白棋挡完以后，嗯，收控的时候白棋这个虎有可能变成绝仙，为什么？这个一扑一走一打吃一打一粘一挤，哦，这个关子的话就是被收刮得很厉害，撞气。嗯，撞气。但这样的话如果现在这样子没问题，为什么呢？你粘这个它必须得破你眼，嗯，不破这做活了，但你这一段这个头绪的话很多，哦，这有可能。对，这个对一滚包这个出去了，是吧？嗯，所以说这个棋也绷得很紧。嗯，为什么？怎么说呢？就说，嗯，下到职业高手或者是顶尖棋手的话，你没有一点力量是不行的，对对吧？嗯，真的时候你说小范，我跟你来横的，对吧？这个就是直接靠出来，你退缩吗？你退缩的话，嗯，两目没了。你吃我，那就比力量。对啊，对吧？有可能的话，你前面下的再好，这步一旦被我自估做完活的话，那就逆转。对，现在前面优势可能都不算数，嗯，就是看这个战役。是，这个战役很刺激。您觉得谁的风险大呀？嗯，咱们这个剑还没有。这个总的来说应该是黑棋的风险大，但是黑棋先，黑棋薄是吧？对，因为黑棋现在是光脚了嘛，嗯，对吧？也谈不上风险，嗯，不怕，不怕，嗯。现在白棋捡这个。白棋也是寻找一些头绪，为什么呢？他也认可，就是说，如果你就活的话，那么我把这个吃了。嗯，那这个确实比这个还大，我觉得。嗯，我的没问题。嗯。嗯，所以黑棋还得先跑。跳。跳。冲。冲。然后跳一个。飞。啊，哦，走的这个。对，上面跳，这边就嗯，跳上面。嗯，对，连回来，因为这样的话，黑棋把这个连回来了，是吧？嗯，对，嗯嗯对，就这一个子没关系。嗯，这子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你这已经有子的话，这子显得很轻了嘛。嗯，那么接下来这几步交换完，白棋打吃，这个也是。黑棋还要继续跑这一块。嗯嗯，黑棋是不是必须得跑？但是现在反过来说，白棋似乎也必须得吃，嗯，等于说这是一个胜负处的地方。对，而且吧，白棋吃这个的时候，我还可以吃这个呢。就说白棋损的目数好像越来越多了，就把白棋也逼得必须要，嗯，要动手。对对对，是，因为就像前面所说的，这个白棋的话要杀的话，似乎也只能打吃这个，打吃。吃，我停掉。嗯，扑，这个扑也是下的很强。嗯嗯，因为这个扑的话也的确是怎么说呢，也是他现在我觉得白棋也真的是孤注一掷。嗯，只好如此。嗯，如果因为你走别的话，这被一粘的话反而自身有点问题。嗯，对吧？粘完的话我冲了断这点一下，嗯，又，嗯，对，一会儿我这个有没有可能蹭住劫？因为粘的话你必须得扑这个眼，这断完以后的话的确是有可能性。嗯嗯，况且的话白棋扑完的话黑这边逃不出去。对，嗯，如果你打吃这个，它是包打这个的，对吧？提反正就提嘛。提，嗯，没毛病。紧接着走一个也是有一点哦。
虽然提了，但是我有没有可能，就我提您不提吗？我断您粘上，我有可能断这个。那就说如果打这个，我应该粘这个，我看出来了。你如果粘这个的话，我可以堵住。对。这个铺的话发挥作用。如果你拐这个的时候，我粘这个，对吧？你再吃我走，你提我可以提这个。这样这个断不就不成立了？对。所以讲其实需要两个人讲，一个人讲的话，难免会产生某些错觉。实战。他粘这个。粘上。粘上的话，这个也是很考验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黑棋，这个是先手吗？黑棋这边是不是有点？我至少我觉得我可以联络。感觉上白棋的这些毛病可能能促使我连上。这个是有点意思。为什么呢？就如果白棋补这边的话，黑棋这边是有个打劫的。对吧？对，这是一个打劫杀，打劫活，是这个。如果白棋能把它这边算清的话，这边没有问题的话，如果能走到这的话，那岂不等一下就把它杀了吗？没有，我不觉得能杀了。你不觉得吗？我刚才看到的是、看到的是，我贴一下，您走什么？我这个，然后我小尖，小尖，我就先补回来。我这还有个断点、对对对，是这样。这个断点，这个断进去。断。他吃我轻伤。这个连不上了是吗？反正这个，要不就是你用点这个贴，是吧？等一下，我贴。贴。这边还有断。哦，这边还有断。那不行。那他点这个，但这个我们可以先算他先走掉，是吧？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性。我觉得补的话，这个先断点好像真的就有一点好。那这我就连上了、对。那我这边跳点的话，这边变数还是挺多的。但是可以这么负责任说，如果这边被这样无条件跑出去的话，那么白棋肯定是，对啊，白棋的目数，对对，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实战的话，调停皇也许粗粗的判断一下，认为打劫也行的。然后他就没有冒险的一定要强吃。他选择了拐这个，顶完以后，拐，然后黑棋打吃，打吃，黑棋是打吃是吧？对，这个是冲过了，冲完以后，对，这是冲过了，冲完以后咱这个，咱们把次序给大家稍微捋一捋，就冲完以后，这棋是下的相当的精彩，粘上，然后白棋再交换一下，顶一个，然后补，然后他再吃，吃，哦，那这样就形成了结争了，结争，又是打劫，打劫。那作为白黑棋来说的话，如果当初的安乐死的话，不可取，那么这个的确是很复杂。对啊，也是把朴廷桓搅得够晕的。是，打劫就有机会。那现在的话，后包一逆转，是不是白棋这边的劫材就变多了？应该是有可能。白棋先找这个劫材。这个是肯定是劫材。如果你把这做活的话，他那个活的完的话，就破这点空好像还不如那个空大呢。对啊，嗯，这边就三个子嘛，没那么多。停。黑棋如果连回去被他提的够吗？要看怎么连法。这边他胡，你现提的话，我这么连的话，对，我还残留着吃你的话，应该是我有收获。让他冲冲，提掉提掉。
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题调还是很当初的题还是很厚的，对吧？是啊，不但用一点劫材都没留下。这个，可以去继续怎么找劫？我这断一个是准备消劫了吗？哦，咦，那不是比我虎了粘上还好啊？但是他这边留的是不是留这边残留着某些东西呢？我要爆吃，您就没有了，您刺都不嫌。那爆吃的话，我直接点了。哦哦，我又可以点杀，因为你要当做我这个是先手。对，那我只能加。我只能下到这儿。对，你必须得松了气。这个，但是您点也不是绝仙，您吃我就吃了，吃回来了。就这个主动权也掌握在朴廷桓手上，对吧？在于他是想收兵呢，还是一定要屠龙？实战是朴廷桓选择了收兵，对，他消劫了。消劫。那我们是不是一会儿又要判断形势了？走这个吗？走这个，打吃。打吃一个也是试一下黑棋的应手，刺一下黑棋，刺一下，这刺下的很机敏，可以说下的相当的机敏。对啊，一会儿反正您点就点不到了。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还不如算了。对啊，就点的话，我可能只能把这个连回来了。是，这个刺完以后，这个黑白棋是有点心痛。对啊，让他刺的是哪都不舒服。所以说我觉得，哦，但是你单走这个的话，这有你连回来，在吃掉的时候他滚抛先手，那就应该先刺完再走这个了。对呀，这是白棋绝妙的一个次序。哎，刺我走，没变。对，除非你先应这个，应这个的话，你给我打一个这个劫的话，你好像没什么好处。对，是吧？这个白棋的话，这个最佳次序应该点这个，先点，先打吃这个。被刺一次一个，这个目数的话应该是便宜，最起码一目。但是不，我们说最起码一目的时候的话，往往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那肯定是数不清了。这个他再次。走，走，大家会发现，如果被滚包完以后，等于对这两个交换，是吧？我们说的最起码一幕的话，当然是很温柔了，是吧？笑开心了。对对，这本来的话靠住，这一手就能靠住，现在的话能靠不住。对，因为这下便宜的话，很给力。这个现在刺一下，刺一下，对。吃掉，然后吃掉，然后该黑棋。黑棋现在点一个，点一个，就补这个断点。那就是说要求先手补，是吧？如果你粘的话，他好像是不是已经先手补了？对，已经先手连上了。但这个事后也只能粘，是吧？那我现在觉得这个黑棋的目数应该有望吧？有望吗？挡。我想一想，我跑出这三个子付出的代价是这边，这个十目、十二目付出了这边的代价，然后我还付出哪儿的代价呢？这儿有一点代价。本来我这边的话，等于说是有，如果你靠的话，我随便走走的话，这边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 M。二十来亩，那我觉得我付出没有二十来亩，对，是吧？因为我这个也不是一点都没得啊，我这可能还是有一点所得。那这盘棋注定是很精彩的一盘棋。对啊，我觉得总体核算，也许这两个一交换的话，也许朴廷桓的话就有点晕了，对，这汗是得冒。是啊，我记得在这个第三盘的时候，朴廷桓就一直在罚点嘛，最多时候罚到了四点，不知道今天这个朴廷桓有没有罚点。对，这时候的话罚两点就很重要。对，现在局面那么细。走完一个，然后是挡这个白棋，哪里收了一下，看看大官子在哪边？
我们收官都从边角收起。嗯。嗯，下边的节是没有的。74。啊，它自动提了一个。啊，自己提了一个。跟任务一样，对吧？你只能这么补。对。你只能景气补，嗯，对吧？这也是一个策略，把它收干净，补。这个本身很大，1、2、3、4、5、6，我们同时的话，这个厚薄，这个七木，这个必须得走。嗯。虎。这个病是他的先手。嗯、然后。又交换了一个。这边刺一个。要把这个跳过。嗯、跳过。冲了拐。挡住，这也挡住了。大家认为就是说这个，哎呀，这怎么会二路这么大呀？这个不是还有这么多虚的地方吗？这的确是双方的后势的话，让谁走的话也走不出特别大的墨出来。是啊、嗯，好像这个金角银边草肚皮啊，对于开局实用、嗯，对于收官的时候也非常实用。对对是，嗯。特别是如果这个不走的话，被这个叫大飞凿一下，嗯，这个木数就差很多。对，嗯，就白差两木，所以这个是必须得挡。对，中间的空啊，经常说是越围越小。嗯，在收官的时候也是，尤其是两个人都这么厚。对。就算我不围，可能有个三四木，围了之后可能倒少了。嗯、对。因为别人长了。圆。那这个走完以后的话，背一级。哦，可能要收气。收气，嗯。然后白棋走中间了，这一人走一个。对，但是我们不怕看看啊、嗯，白棋在中间先动手，白棋到底能成几目棋、嗯？是，双方的话也就是互相把后势抵消。嗯。尖。然后压一下。压一下。挤一下。挤一下。走。然后再粘上。粘上。看、嗯，白棋先动手，还是没有目。还没目。对啊，我这个子还要跑。是，嗯。紧接着这一点很大，这边回来，不然的话这背一虎的话，这个木数还是很诱人的。对、嗯、这还有点呢、啊、嗯，大家注意，这一定是要扳的。为什么呢？如果你顶过、嗯、那么黑棋绝对不会扑这一下。对啊，是吧？嗯，黑棋会直接圆这个。对，对吧？你站上，现在的话先扳。对，如果走这个的话我是退的。这是退的，这个次序，但是这个局部很窄，但是跟木数有关，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当半木胜负的时候，这时候是你是顶这个，而不是直接扳的时候，因为最后你要吐血。嗯，嗯是、啊。嗯，这个官子的话一定要下得很细，扳这个。嗯，然后逼着嗯黑棋去扑着一下、嗯。对，用前一段比较流行的话就是说，嗯、细节决定成败。是，嗯，有可能半木的胜负很关键。对。他肯定要提过来，团住、嗯，他粘回去，嗯，交换了一个再粘回去。嗯，他是看哪里可以交换，这边交换不了，这边冲也不存在于打将。嗯，他去啊、哦、这，嗯，拐一个，走，粘回来，然后随后是这个，是吧？对、嗯、走这个棋谱就暂时下到这儿，是吧？下到这，嗯，那我们点点木吧。对，一直都说这个跑了之后感觉黑棋好像还行。嗯嗯嗯，那全局是不是状态也不错呢？对，我们可以稍微点一下，咱们就先把能点的地方先点一遍。嗯，这边的话白棋的话下面是十、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三八，这个是谁先提的呀？三八，这边是白的先提的。白棋，我觉得是白棋先提。三八加九，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折半的话五十一。然后下边还没数。这还有五十二。五三五四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这个黑棋算点一目，这个点了是吧？
67目。67目白棋、嗯，那我们又是规则贴8点，也就是7目半，67。那我们要75目，看有没有75。这棋还是细棋，因为我刚才已经听见这个邵老师念出来了73，所以然后而且还在这边指了2下，那莫非这还是挺细的？有没有75？嗯，挺细的，但是这个大盘的话也许不太好点这个目数，但是给我的感觉这个还是挺细的。对对对，挺细的，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也牵到谁罚点的问题。嗯，万一哪一方罚两点的话，也许这两点的话决定这盘棋的成败。确实、嗯、因为这盘棋呢是早上9点半在上海应试大厦进行的比赛、嗯、中间呢是12点半休息1个小时。嗯，那嗯9点半下到现在快6点，差10分6点。对，他们肯定是有人，就有人罚点，或者是两个人同时罚点。哦，因为这东西也是互相看的。因为英式比赛的话，有个现象的话是值得玩味儿的。嗯，比如说吧，那个，基本的话，比如说我，不像别的比赛，我只关注我的时间，嗯，对吧？我是否进入读秒或什么的。而英式比赛的话，往往就是说我关注自己的时间的同时，也关注对方的时间。比如说，哎，我还有5分钟的时候，对方有4分钟、嗯，那么我就不用担心，为什么呢？他罚完2点，我就跟着罚2点、啊，对，等于谁都没有占便宜了，嗯，对吧？这个完全是可以站在一个不吃亏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说如果，我被罚了，那么我的下法就截然不同了嘛，对吧？如果我一看我被罚了2点，他还有可能就要拼命，他还有大量的时间，那我只能拼命了，跟时间已经没关系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有时候的话，咱们也总结出经验，就是说英式比赛的话，你优势越大，其实你跟时间的关系可能性越小。对，因为我罚2点没关系。嗯、对对，不像别的比赛的话，你读秒对吧？特别复杂，特别看不清，嗯、特别是那个我优势大的时候，特别是又搅和在一起的时候，我该退缩吗？这个问题的话，有时候也考验了棋手。但是英式比赛的话，你只要用2点换取35分钟，对，对吧？用钱来换时间，对，换30分钟，我判断完我就退让了，也没关系，嗯、对吧？所以英式规则呢、嗯、我觉得应该是对这个优势的一方更有利一些，不容易打勺。对对对，因为他有时间去计算，有时间去判断。对，而且呢就是其实在第3局中，朴廷桓不是罚点了吗？小范就没有罚点。嗯，所以我就这么想，是不是小范这个棋还属于快枪？小范棋的话，因为现在年轻棋手啊、嗯、那个棋下棋的速度都比较快，但相对来说小范在年轻棋手那一辈里面不算快。当然有比他快的，但是快并不意味着成绩就一定好，对吧？咱们还是要看成绩，首先是成绩好，然后再看谁快。对，对吧？你不能光快，那谁都快，对吧？也许你每天的话都不用练棋的话，练摆棋的速度的话，那也许你就成为最快的一个快枪手，但是你成绩不好依然是怎么说呢，没有太大的一个用武之地吧。对，所以说好才是最重要，又好又快。又好又快。现在的话也可以给大家稍微说一说一些关子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现在都是什么地方比较大呢？这个首先这跑出来，有4目的价值，这打直先手对吧？这一跑，对，这个子就跑出来了。如果不走的话，他一走，有4目棋。同时大家也注意到，就是说这块棋有没有眼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哦，跟这个子有点关系。同时大家也会发现，这个不是单纯的走目，这跟死活也有关系。哦，这手棋跟死活也有关系，对吧？如果你这个像你靠着这个眼，对吧？慢慢的话，比如说这个被点的话，你就要做眼或者什么，会花得很惨。对，包括这个在自己这可能有眼了。对，你这一走的话，一滚包，这一个铁眼，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这个整体来说的话，还是有的一收。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前方的话是否罚点。对、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用时、嗯、不像是别的比赛就读秒了，我们这个既然有了罚点啊、这个就很重要。对，你也得基于这个是否罚点的话来做形式判断。但是我们可以暂时的话把目数给大家稍微判断一下，包括一些关子的大小。
这个是煎的话，本身的话，这个一目两目三目同时再一打吃，这还要补回去。 对又补回去，这个大概也有四目的价值。那这两个见合是吗？但四目有稍弱，为什么呢？如果你手这边的话，它从这边打。哦。但如果前提是你有这个子的话，这有四目的价值，是吧？再有一个四目价值，这个四目价值跟眼形有点关系。对，那这个四目是铁的四目，这个稍微有点弱。然后这个也是差不多有四目的价值，因为你一走的话，对吧？他一走，白多两目，你一走的话，这还只有半算。那现在最大就是四目了吗？还有比四目再大点了吗？我觉得有可能这个会大一点。长这个，长这个会大一点，要不就是粘上，这个把它这个眼破了，然后它如果拐，我再破这个，让它自己再缩一个回去，是否会更大一点？的确是很考验人。这个下一步的话，也是比功力，特别是这个棋的话，也慢慢进入了，怎么说呢？关于法典的那个阶段，这个时候你是否用时间，用目数来换时间，也考验的棋手，对吧？对，尤其是现在这个细棋的局面，用目数真的是换时间吗？有可能这个罚两点就关系到最终的胜负。是。那我们赶紧来看看啊，这个一小尖之后，白棋会收哪个？哦，它上面挤一个，就是走了上面这个四目。对对对。哎，哦，不是不是，它是尖完以后，对，210。看看它是，哦，走这个。这个有几目啊？这个首先的话，这个先把这个拿住，两目，然后这有可能成，这个，对，成。但这不没有四目啊？这个有潜伏的什么手段吗？靠一个，您好像断不了我，靠我就粘就行了吧？长，这个有点不明，为什么这个大呢？没有。断不了我这三个字，我现在气还够。但是这有可能先手，这个就大了，这就不止两目。他，可以靠。靠我就粘上。靠的话你不能粘。我可以粘。似乎可不能粘，你好像只能这个，只能这个。你粘的话，可以长。然后我开始起这个。哦，但是你走这个，他也可以起这个，这是先手，但是这先手同时的话也很难受，为什么？这个目数本来就很大，就算没有棋，对吧？一长，对，这个也是逆收官子。这个一走一走，你才一目，现在我走完以后，我这里走了一个逆收，1、2、3、4、5目，本来才一目。走了一个逆收四目左右，也很大，也很大。逆收四目，那还不如当初你就走到这个。对，那还不如长掉算了。长掉算了，就我也不想出他棋了。对。那么白棋这个官子还是有点问题，有点问题。你还不如长完以后，你该收这个四目就收这个四目。这个看似好像走了一个小的，其实范廷钰很警觉，对吧？对，把这个赶紧他。对对，赶紧的话走。第一，我连回去；第二，同时意味着我也这里是最大的。这应该是逆收三目多，对，三目多。原来白棋还隐藏着这个几呢，挺鬼的。这个交换完，小范把这个眼瞪圆啊，对，断了，吃掉，吃掉。这个棋，然后搬掉。这个对，这个收官是搬着收的。这个是否有可能黑棋形势的话？黑棋长目了，然后现在他收这个四目，四目，现在的话就是到此为止了，到此为止的话，我是判断是这个显得大一点，那这个目数的话，这个，现在确实局面啊非常的这个细微，我想呢后面的官子大家也判断一下，最主要的是把目数也点清楚。对，那我们休息一会儿让大家来看一下，一会儿见。好，欢迎回来。现在呢我们先给大家汇报一下双方的用时情况。据前方报道呢，说是范廷钰啊罚两点，但是朴廷桓也罚两点，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扯平了。对对对，的确是让大家久等了。这个的确这个
下的双方的话也下得很激烈，也很刺激。就是我们也是，刚刚拿到第一手的一个棋谱。是。也许大家的话通过网络的话，还比我们稍微快一点，对吧？这个，当初我们是摆到这个收完以后，我们当时隐隐感觉到好像是，黑棋已经有望。后来我们也到那个跟一些前方的棋手或者是一些网络的话解说的话也看了一眼。的确是大家都认为这个好像黑棋离胜利越来越近了。是啊，我觉得大家从我们面目表情就可以看出这个双方的这个形势具体是怎么样。这个包括那个周瑞阳世界冠军也是说这个后面的关子的话白棋的话下的是有点损，甚至说出了盘面实目，而且盘面实目这个走一个不走的话，这个一顶的话这个目数还是不小。对，白棋收那个收那个打吃，打吃，然后他是，是不是粘上？粘上，这个交换完以后，做一个眼，做我眼的话，让白棋是稍微的把这个交换掉，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毛病吧？对，这是这样，二七二八，然后走这个，二九，二三。这个劫的话现在反正没有粘劫，看看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劫，二三，这个是本身是二有三分之二目，这个大家注意，这个是不小。那提是先手一目半啊，这个提的话它可以活在这边，这一路的话也是也不小，提掉，三三，搬一下，倒吃，把这两步做起来，对，提掉，这个，好三，二有三分之二，然后打这个棋，二四零。在进来的时候我们正好看一下这，然后双方的话就这里的话打了一连串的劫，这个总的来说的话汇总各方面的信息的话认为就这个时候应该黑棋胜势不可动摇。对，包括那个我们这边的编导的话也跟前方的曹道元老师通了一个电话，虽然棋没下完，但是曹老师认为这棋已经必胜无疑了，必胜无疑了。就是当然曹老的话也是很高兴嘛，因为这几年的话山东景致队收获了很多冠军，对，在曹老师的带领下的话，首先姜维杰获得了LGB的冠 军，然后今年的周瑞阳获得了百灵杯的冠军，这次小范的话又获得了英式杯的冠军。唯一曹老我感觉曹老师比较遗憾的是去年的比如说今年的话这个三个说围甲就稍微有点危险，稍微有点危险，就是说如果手中有三个世界冠军这张三张牌的话，这个围甲危险的话可想而知围甲是多么的难打，是围甲是非常的残酷。但是呢这个曹老也说了，就是在围甲的这个阵容的排兵布阵上也针对他们三个人的近期比赛做了一些调整，就把他们的状态尽量的是在个人赛的时候发挥到最好。对，我想呢曹老这个用心呢这三位棋手也都有所收获了。是那个曹老的话牺牲小我是吧，对，成全大我。这盘棋的话我们目前的棋谱是这样，然后大家的话后来也看了一些打劫，如果这盘棋的话不出太多的意外的话，如果黑棋的话我们不打勺的话也是赢了，所以说我们也想用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这盘棋的整个进程。对，从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小范在这边的局部，我觉得就是说相对来说都好下得有点缓，特别是这个当白棋靠的时候不长，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是棋谱的问题还是真是这样一个发生的，那总的来说好像是白棋的话是下得比较舒服。对，特别是白棋下出了这个挖的好手，这块棋的话变成一个打劫杀，应该是白棋在布局阶段的话应该是领先的。那接下来的战斗
是不是就蔓延到了这边呢？对，接下来战斗的话就是小范也利用这边的后势紧逼一下白棋这边，对吧？当然是白棋朴廷桓也看清楚了，对，白棋就脱先了，脱先了，只有这块是做混是没有问题。现在没有问题的话，这边的走的话价值也小，那不如脱先，那走上边。上边的话攻防也依然的话，双方也下的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正常吧，对吧？也是中规中矩，对吧？都是下的比较必然。特别是这个尖出来，前面陈颖也给大家介绍，就说为什么不虎，按照以前就是按照现在比较常见的下法的话，白棋是虎的，对，但是虎完以后这个被一并这个打劫的话，两块必死一块，对，那作为白棋来说的话是不太肯的，所以白棋也选择了尖出来作战。在走完以后，这个提，这个是比较体现小范的一个风格，对吧？因为的确这个提也看不见明显的一个就是如果不走这步有什么坏处，但这个提的话的确是很厚，厚中先，厚中先。这个当然不能，如果因为他赢的话就说这个是就这个的话还可以问问他到底是提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对吧？也许他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的话，也便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这步棋，对，拓展思路了，没准我们这步棋的话就说打个问号，对吧？这个提完以后，那总的来说应该是像这个时候应该是白棋我认为是不错的。特别是当你逼的时候，白棋这个下的虎也是很稳健，然后也是盯得很牢。然后黑棋从靠这个开始，也制造了一些头绪。这个头绪的话当然，然后就为了这边就吃下这块好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因为如果不吃掉这个的话，这全盘的控是不够的，明显是不够。如果白棋黑的在这边简单的定型，最后的白棋还能把这个补掉，这个空的话应该是差不少，所以说小范对目数还是很敏感。当然这个在这个途中是否黑棋也有更强的一些下法，我觉得也值得推敲。特别是那个朴廷桓，我觉得这盘棋虽然如果最终输的话，虽然输的话但是也很可惜。为什么呢？他这盘棋下的都很棒，也很紧凑，比如说这边的定型，然后这边在弃子之前这个点，这个目数的话已经便宜不少，都下得很棒。但是也许最后小分这个靠出来，这个是打破了朴廷桓的整个计划。对，没想到小分会下这么强，才拼得这么猛。是啊，因为就是小范对于形势的一个判断，所以说就是下得非常的紧，让朴廷桓松不过来气。如果他那个时候如果简单退缩的话，真的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吗？我看现在看来好像也是一个问号。但是特别是从气势上角度来说的话，朴廷桓是必须要藏这个气。如果再退缩，就算赢的话，很惊险的赢的话，第五盘不好下。为什么呢？小范就知道，哎，原来你怕我这个，对吧？从气势上的角度来说，朴廷桓是必须要反击的，对，必须要藏出来。的确，反击的话，的确，黑棋也很危险。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打劫的话，这黑白棋的话就有许多个硬法。对，说到打劫，两个劫，这个劫和那个劫。我首先我想就是，如果按照这个顺序来的话，我们先说这个劫，白棋找了这个劫，就等于说是把这个劫放弃了。有点是不是有点太大方了？没问题，这个也没问题吗？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包括我们在来讲劫的时候的话，我们在国家队研究室的话研究的话，也认为这个没有问题。哦，最后的话就是说简明。把棋局转向简明。我还不甘心呢，想那么大。如果是黑棋如果不下出胜负手来的话，那么这棋白棋应该是不太容易输的。但是这步胜负手小范很敏锐，对，打破了他的一切构思。对，特别是这个拐也值得商榷。这个因为我们这棋盘太大了，这个计算的话也比较复杂。但总的感觉的话似乎可以把这打劫给避免了，毕竟避免的话，这到底白棋黑棋能不能做活是个疑问。对，特别是大家也会注意到，就是说这个点白棋是先手。哎，对了，这被刺一下。这是后话、哦、这个点是先手，对吧？这点的话这冲出来挡不住啊。对，就基本上白棋这边的话联络是不成为问题的。对吧？那么这个黑棋要靠这条缝里联络，我是认为是有点困难的。当然这个随后的话朴廷桓永远是选择当时认为最简明的一种下法。当时的话他认为在打劫也不成为问题，对吧？我只要打赢的话包括那个的话就收一下的话也没问题。
但他这个节我觉得又没有得到便宜、因为我认为他是把他供下的、他认为就是我这边收兵我就能赢、就是他怎么把棋盘缩小，然后他就想着简化局势，简化局势。我想这盘棋给朴廷桓最后的打击的那一下、最后的打击下是这个点，这个刺这个刺的话，我觉得彻底被把朴廷桓打击坏了。对，因为如果按正常收的话，是点你走，我再吃的话，走完以后我这步可以一手铐住你的。如果我把这个铐住的话，那么你黑棋说实在你就跑了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十目，你这边也损了十目。对吧，那整个来说的话，他那个的确是一结算的话，他认为你不便宜嘛，是吧？你要棋盘变小的话，对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打击的话，朴廷桓肯定哪里有误算。同时我觉得他也忽略了小范这个点的话，先手防过。先手防过很重要。总的后面下完的话，我觉得这一尖完的话，那个对朴廷桓来说这个打击够大的。是啊，朴廷桓下了半盘好棋，小范呢也下了半盘好棋。对，但是应该是朴廷桓是在最后的时候也是手软了。手软了，的确是这盘棋的话，朴廷桓的机会很多。对。而且呢，现在呢，前方呢也传来好消息，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黑胜4.5目。对。那这样的话，这个赢的还蛮多的。那就是盘面12目。盘面12目，当然我们后面的进程也没看见那个，怎么样？但是我们给大家介绍官子的时候，也明确说这个肯定是亏的，对吧？对，你走了一个1目，然后被人家这个先手，你最起码3目半或4目半。你藏完以后收别的话，也许会更接近一点。对，因为你这藏完以后，你这边活掉的话，这个子的话没什么关系。所以后面的官子的话，应该是朴廷桓的话也亏了，当然是也可以说他走完这个的话是瞄着这个手段，对吧？一种就是说一种什么样的侥幸的心理嘛。是。恭喜范廷钰，这样呢中国呢又有一个新的世界冠军产生了。对，而且也是一个新的九段。对，新的九段，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世界冠军。这个记录的话，也不知道是该由哪位后人来打破这个记录了。是啊，从3段直接就跳到9段，真的值得恭喜。从3段跳到9段是一个记录。同时的话就是说，年龄获得世界冠军年龄，因为他是打破了朴廷桓获得世界冠军年龄了。对。下一个的话不知道是谁。对，希望我们中国的小将们都赶快的努力加油崛起吧。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